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家的这一款球兰。在我家呢，它属于开花机器，它真的是无论春夏秋冬都会有花苞出现。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是，应该是这一颗应该是第一次开的一个花苞。然后呢，这里也有一些小的花苞，然后这下面。有一个，这上面也有一个，然后呢，这里也有。我给大家看这个花梗吧，你看就可以看出它开过真的很多很多次花了。这颗是这个 La Colosa Silver，它来我家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是。就一直开花，这个花的味道我觉得有点像夜来香，特别在晚上它的味道会更浓一些。我很喜欢这一颗，叶子也很漂亮。然后我分享一下就是开花的一些个想法吧。首先一个就是如果它是一个真的很爱复花开花的品种，比如说 Bella。那它真的就是很容易开花，那有一些品种呢，就是，不是那么的容易开花，跟品种有关系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一盆我真的不是特别爱给它浇水，甚至于有时候我会忘记，就看到它叶子有一点那种起皱了，然后我再浇了水。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原因的，就是稍微再多给它控一下水，刺激一下它出花苞。当然，看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其实对于球兰是赏叶的，但是它有花了呢，还是就算一个多的奖励吧。因为它的味道啊、花型啊都不太一样，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